谢我们，他看到里面会吓一大跳，万一他猜错，他会直接今年年终不发了。但是我又怕他全部都猜对，我们就没有那个奖金可以拿了。我们是快到了，对不对？差不多了。好，叫他起床，叫他起床。部队起床。你要拍什么？先准备好没？有啊，但是我是要准备给宏宽的回馈。没关系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先用，先用，先用啊！你还可以再准备啊！今年的一年要结束啦、啊，总是要给你一个好的惊喜。哦，所以他惊喜在那边吧？不要上去，好大的惊喜啊！你进去就知道了。掌声鼓励！来，来个鼓励预备，一二三。很漂亮呢，很漂亮吧？光美气氛佳，真的酒店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来来，这边可以选，这边可以选。对，选了，我比较喜欢口味重一点的。这个就是以后我们的新的工作室，已经都摆好我们的家具了。今天要跟你玩一个游戏，这些家具呢都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好，上某某购物网买的。业配是不是？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今天要玩的就是你要猜价格，听说你之前很会猜家具。一看这个家具就知道这是多少钱。欸，我有吗？有啊，去 IKEA 的时候，我不是都会那边指指点点。IKEA 的家具材料不错了。他的意思是会怕，是不是会怕？是不是？或者是去一些家具商跟大家讨论说，哦，这个材料大概多少钱？这折床折一刀现在多少钱？本烤这样一黑白大概多少钱？啊，算一算，如果觉得哎，我们自己去做都比人家贵的时候，啊，就便宜。所以你很会拆家具，今天我们大家就来跟你玩拆家具。今天的游戏规则是。钱够吗？什么钱？你得要付钱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等一下，我不是现金支付的，现金支付没有 Line Pay 了，你有没有带钱？有，我带钱，但是这是要给那个的，给那个朝村的货款。还有日币哦，要去日本出差。哦，谢谢老板。你这感觉真的好像在酒店一样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请我们的二 D 摄影师。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工业风收纳茶几。如果你今天放上饮料，那它就是一个桌子；放鞋子，那它就是一个鞋柜。就是一个直径20mm的二 T 圆管，对不对？碳钢，然后粉烤。我量一下这个长度啊。随身携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拆土哦，你们今天死定了。哎，他是认真的要来跟你搏斗的。88码、43码啊。哎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要查？工业风茶几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算计，你是拿出来这样子说，尺寸最重要。现在按照这个工业实价1/2硬级，我一直盯着你的荧幕看哦。1/4的铁管，6米长，大概400块。然后1硬级6米长哦，大概是500块。所以这1/2，我刚算一下，说88的。你是不是现在很害怕？这材料都不贵啦，中间有个细节弯管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做茶脚，还有一个重点焊接，用痕迹看 CO2 焊接。但这个木头感觉一般般啊，但是算是很坚固稳固，而且有做底呢。一个家具你要怎么看它做的好不好？细节啊，所以这个细节有吗？勉勉强强，4500，因为它算稳嘛。你看，哎呦，就是再低一点。我刚刚忘了考虑到一件事，量产啊，对不对？砍半2250，再高一点。第二次用掉了，你剩最后一次机会喽。等一下，那个钱先拿出来，3000啊。3000块的话，那你要拿走它了。耶，这是我的表哥贡献茶几一个。下一个来，哎，你走去哪？搬回去啊，搬回去啊，放好啊。买了。下面一位，我们请一个美女，准备好服侍你了。我们来猜她多少钱，不是她，是她多少钱？等下让我试坐一下吧。那懒人沙发要怎么判断它的好坏？是看它里面的那个颗粒大小，越细越贵。你要摸，要摸是不是？摸。让我试。这沙发的头衔，你要不要跟老板讲一次？乌苏拉乌印。等一下，你再说一个。我必须要讲一件事。你昨天是不是喝酒？你觉得喝很多？我跟你讲，你那个酒嗓。无数啦，无印。第一次请见价。如果无印那个单颗，我记得要10000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这东西现在已经普及了，其实，所以10000砍一半，5000。哦，还有多缝了。这个数字还很远啦，猜一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要吗？哦哟，哦哟，在干嘛啦？开靠背。靠背啊！快点给我猜呀！高还低啊？低啦。这么便宜哦。3000啊，再低，3000再低，再低，
再低，怎么可能？你要想，他每天晚上都有酒局要跑，他为了超认真的工作室，他这边还有一个，他包色。眼神给他一点暗示，他买得起两组哦。我不想要看到你第二个东西就喷钱，你钱可以准备好了，2500啦。我先拿，是2999。他猜中了，恭喜超认真二奶师获得。哎、欸，但是没有嘛，这个很便宜耶，你们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你想一套3000，他买两套哦。好啦好啦，赞助赞助。哇！我在那边跟大家强调哈，这个现金都是给厂商的。嗯，我算是出了名的现金主的。现金界的刘德华这样吗？我不欠人家钱的。各位朋友们，你想要当一个信用良好的厂商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准时给钱。那接下来伸出你的双手，下面一位是我们的第四届走中奖最佳制作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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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，所以他猜什么？例如说这一支，它有个特殊的功能。制作人堪称我们的台东铁公鸡啊！哎，看它还可以旋转独立桶，毕竟年资也比较高一点，听起来没有很开心的。想必跟我们奋斗这3年来，应该不算是铁公鸡啦，20万没有。第一次，好，第一次来20万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OK， 好，第一次见价10万。科技布啊，现在很流行嘛，很多人拿来做沙发嘛，所以它里面有一点结构啦，哈，加这个是什么连杆是不是？双 A 背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到万啦、啊，如果有独立桶又加有连杆，科技旋转换算合理啦。那18000。虽然说老板对我很好啦，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多钱买这个。第二，哦，这很难哎、欸，还有摇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再怎么样应该都要15000。15000，15000哈，确定啊，15000啦。谢谢老板。啊，干了呀！全名叫做林氏木业房屋耐磨可旋转独立桶单人沙发，深灰色，要价11800元。哦，11000耶！你是要给我两倍价？对，两倍价是吗？这个是11800块，我们上个整数12000，所以你要给2万。是，上个整数怎么会越算越多？来，我们谢谢超认真老板的赞助。哇，好了，我们换来餐桌区，就大家吃饭的地方。玄德介绍一下，等一下你先不要讲话。好。他超难猜，那个人就是深不可测。我这次买了3组椅子，三套，他们就是对称的这样子。你知道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多少钱吗？还有分真假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样子就被他套出来了，露出马脚哦。我们猜3组总共多少钱？我刚刚以为这个做起来可能要也差不多要6000-7000块，因为是好做的。但我一摸我就发现应该不可能。他这边有锁啊，你知道好的家具是不会锁东西的，有螺丝的。对不对？外观看起来好看啊，如果你是三 A 空间，我觉得这个它还3500。这个我觉得就一定不是真的那个，它的弓是细的。你看它两个比起来，就是哦，这个就没有锁跟卡榫。7000，我觉得这个弓不好处理。哎、欸，这个坦白讲我蛮喜欢的。之所以喜欢，就是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风格。它又有点日式，又有点中式。你这是做工是细的，有拼板，但是也拼得蛮好的。我觉得这应该给个10000不为过，椅子一坐就坐很久，椅子真的要买好的。这个直径是亚洲的。第一次见价，来，请3500+7000+10000，2×2，41000。来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多少钱？因为它有，就是你三种的价差，我要衡量一下。三套总共10500啊。10000，就跟你说逼了还开10000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啊，刚刚还在呛我说你有没有在拍片，你有没有在拍片啊？是我第一个说逼，没有，你刚刚还……哎，第三次，36000，你要给出75052块。来，我们谢谢超认真老板，谢谢。他其实只有6800哎。啊？这个7200，然后这个4000多一点。所以你这两个都差超级近。哇，这个6800哦。对啊。它的误差值只在526，很强哎、欸，那件很棒。你有被鼓励到吗？但是你还是要给出75052块，哎、欸，52块都给出来的哦。谢谢超认真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谢谢老板，可以了，耶、yeah ！颁奖金啊，过年嘛，我们来有请你们的新成员。他赞助了什么东西呢？请说。挪威，看久了真的还好，还挪威哦，所以我猜错，等一下是水电会冲进来把它拆掉的。对，那工作了，1200，第一次竞价1200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中？哒啦，你猜的太低了，我猜太低了。他刚刚有讲个重点，这是大号了，2400，来2400有没有中？
哒，还是 D 哦 ，D 再琢磨一下，1800。我们大的玩不起，总是谁能够从小的省下来？好啦，我们这个小的灯送给他啦，送给你啦，谢谢你啊。多少钱？挪威吊灯，总共一支1576块，很有质感吧？女生挑的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在家里面什么东西最重要吗？灯光最重要，灯光很重要。砍灯哦，有闪式的，有炮筒式的，有细的，有宽的。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在家里面你就觉得很刺眼？为什么有些人在家里面随便摆东西看你就很漂亮？灯的关系。我有赞助这个太空人壁灯，1500。光的魔法师，1500。光的魔法师，750好了。还有一个这个卡西尼壁灯，便宜的啦，因为它那个有气泡啊，但是好看。总共刚刚太空人壁灯、光的魔法师、小方块户外壁灯和这个卡西尼的走廊壁灯，三个加起来总共多少钱？1800。总共三个1800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三个1800，好，没有这样，1800，来，哒哒，猜错。我刚刚少算了那个太空人，我觉得最便宜的应该是光的魔法师，然后第二个应该是他，他处理的工序比较多一点，关一个管，然后做电镀，电镀完还要处理这个球，球里面要车内压。顺序价钱是这样，没错吧？顺序价钱不是这样。改。第二次，三个总价是多少钱？请见价。2800。哒哒，猜错。你猜太低了，太空人应该也要一个1800到2200啊，那我抓2000块啊，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要一个700-800块，原本是我加法加错，对啊，我少算一个啊，对啦，2600了，如果大家拿去等一下买披萨，好啦，三个灯送你啦，他真的厉害，他只差979元，哇，三个灯价钱，我还是要跟你讲他的单价多少，太空人壁灯2544。光的魔法师1188块，好，这个壁灯847块。来，我们往上走，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第二吃饭区。我现在已经动用到日币了，要用外币来付。接下来是我们这个吧，我刚刚看很久了，先不要看，懒得做了。你不可能会花太多钱，我太了解你。从念书一起玩音乐到现在，超过10年的交情，对，送你个2000-3000块东西，呸！我觉得就是2000-3000块，这种高交椅，它这个椅座啊会坐这么宽的不多。圆管嘛，碳接嘛，本体烤漆嘛，这个底那么宽呢、欸，这么宽的底不用再加个300。你好，手机有空间脚哎，是吧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啦？本体烤漆里面它少做一道手续，它这个清洁没有清得很干净，所以它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往经济实惠的做法去做。2500块，2500块是不是？2500块，我还是要重申了，它不是看起来廉价。做的是不错的啦，但是它这个一定是量产，量产有大量、中量、小量，它的锁固的方式就是生产线很好操作的。5000块有没有？来了，别人叫顾啊，这种东上礼，然后往卖瓜子了。那块，是不是这个人他不可能送我超过3000块的东西？这个叫做复古拉扣曲目可调式吧台椅，一张价格2237元。哦，那真的很便宜耶，真心便宜。接下来是我外面的。户外椅，两张白色的，两张椅子加一个桌子，是因为我们有个漂亮的户外嘛。有没有坐下去？马上放松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哇，好坐啊！这个在工程制作上面，你可以看出这个边线，这是模具的射出线。开模具很重要，就是这一条线，所以你可以从那边看得出来，这个大概是分了，应该是分了6块。我觉得这很不错。然后它的结构咧，看它下面做的非常简约，所以本身的材质密度一定要够高，才能够支撑得起。4500，好，4500，桌子嘞，桌子应该是比较便宜啦。好，来第一次请见价，一组哦，加起来我猜12000，三个加起来12000是不是？对，好，第一次猜错了，没那么多，我送的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啊，8000。第二次见价，猜错。你还有个玩心机是不是？高低高，但这个数字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，10000啊。那你总共要给我看看多少？你要给我19244，总共9622块。10000中啊？哦，对哦。什么啊？送你啦，好不好？欸、老板，这太强了啦，真的。太小了，你不知道我拍 YouTube 其他工作是什么？工厂顾问呢，帮人家定价的啊，策略。而且还有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办公室的东西最近都不见了、啊？因为你没进办公室。桌子是我送的，它这个是电动升降桌，你可以坐一坐，觉得累了站起来工作的时候，它可以电动的。很贴心耶、欸、我现在心中满满的感动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是一个 family 嘛，是，对不对 ？We are family。这个业配的钱，我们都是用中信汇款的、啊、那个员工账户，所以中信如果有需要，我们来帮你们广告一下。
电动升降桌可以符合你的人体工学站姿、身高，你觉得它多少钱呢？记忆的本身这件事情不贵，最贵的是那个马达的顺不顺，对的顺不顺。僵直的马达一颗可能买就要几千了，所以再加铁嘛跟桌子，20000。有眼光哎、欸！它原木算是拼板啦，然后再来是你从原木的，哎，等一下我再扣一点好了，因为你刚刚20000块，我们已经锁定了，20000块锁定，现在是20000，你要再改就第二次了，你要不要改？我要改，我要改。但第一次你要告诉我低还高嘛？好，20000以下啦，扣完就对了，因为你看它旁边这个光泽，你有看到这个线打在打磨的痕迹，每一道工序的节省就是可以 close down 它的。成本在意的人就是买很贵的东西啊，不在意的人就买自己适合 CP 值的东西。没错。第二次请见价，15000好了。我这个人比较务实啊，太高了啊，有没有过万？我只能说左右，11000。好，11000元锁定，你要给我26400块。这张桌子13200块，谢谢大家。哇，13000是不是？26400块。来嘛，20000嘛，12000。不是用这个算的啦。好，来，我们下面一个。26000。26000啦，现在去日本好玩。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室。你看，大家干嘛？又是我。我们超认真的导演加上摄影师是赞助的床。and 床头柜，我真的觉得你们这是完全自己想要买的，为了大家着想。这个床加上这个床头柜，无印无齿全实木双人床架组。床架我真的没概念，床架我猜8000，来8000有没有？没有。它总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白的，一个是木色。哦，有两个颜色，那跟价钱应该没关系。没错。好，10000啦，你要给我们9928。10000，明明就我猜对。10000减9018是1000呢，所以我猜对啊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我猜对啊。看我这样子发累了，送你啦，床送你啦，床头柜啦。旁边这个小银色的这个，一个小小的一片像镜子一样的东西，成本没多少钱，但是让质感整个都增加了。但是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是滑滚。第一是900。900，不是靠！他刚刚讲说我是个设计的，我是觉得蛮好看的，这个滑轨哦也蛮顺的。哎，900，虽然我不常买床头柜了，但床头柜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工厂都能够做的东西。1500，错，我觉得这个要到2000不合理啊。木芯板哎，哦木芯板哦，才2300啊，我尽力了，你尽力了啦。第三次，千倍啦。1800送你啦，1800啦，原价要4800。哇，真的哦。嗯，还有最后一个导演兼摄影师兼后制，我们的集战力啊，我觉得这一套放在这房间里很不适合，你有没有觉得？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椅的起跳可能就是5000块以上，这个方向蛮好。它这个木头就是我猜东南亚的。自己装就扣点工钱了，我觉得5000，原因是它的这个弧度的这个有一些R角有没有？它在磨的时候，我刚刚摸起来两边其实没有到这么样的完全对称。如果它人家装好，我觉得要7000-8000。好，5000对不对？集战力，请公布有没有猜对？哦，太高了。啊，我真的猜不透你们嘞。太高了。3000，有没有？3000没有。5000没有，3000没有，那4000一定是range内啊。好啦，谢谢，送你啦，送你啦，太聪明了啦！哦，但很便宜耶。我们公布价格，4011，但它的市售价它写17000，特价4000块。对，我们看到特价，都赚到。你这某某的特价卖也太特价了，真的啊，10%价格。所以我们是先看上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一直特价？你怎么一直特价？我们就直接在某某买一堆了。来，我们移去下面算总额，热烈欢迎我们的超认真超老板。其实你今天你猜的都不错，因为小巷的你几乎都猜中了，贵是贵在大巷，所以才有这一碟，今天的这一碟啊！谢谢老板的加持金。其实大家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准备跨年了。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超认真频道第三年，看到许多丰富的角色，跟许多新的朋友跟旧的朋友啊，新的朋友。不知道这一年镜头前面的你过得好不好呢？无论如何。明年开始都是全新的生活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今年也是一起度过一个非常丰富的一年。明年你都要健康、开心、平安喽。那我们明年见，拜拜。公司就像是一个单程列车，谁会上车，谁什么时候会下车，都不一定。每一位跟我们工作的第一天的朋友，我都会跟他说，
我和你都只是人生的过客。如果这间公司它没办法给你更好的生活，或者是更丰富的经验，那你就赶快离开，因为你的人生绝对比这个工作还要更重要。在学徒系列的最后一集，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，就是我们每一位都是彼此的学徒，在这人生的道路上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分享，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全力迈进。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什么时候我们会分道扬镳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现在的此时此刻。现在就上 LiveIn 搜寻超认真少年，并追踪我的账号，你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超认真学徒全新影片哦。拜拜。